2024 6月8号到25号，我们展开丝绸之路北疆之旅。这个影片就是记录下我们住过的旅馆。是兰州凯悦酒店2507号房，进来以后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浴室，衣帽间，这边是另外一个厕所，然后这里就是房间。这个窗帘背后是什么呢？今天入住兰州黄河岸边的凯悦酒店，这个就是黄河的夜景。今天我们入住黄河边的兰州凯悦酒店，这个是黄河的夜景。接着我们看看黄河白天的景致。
我们现在来到诺金国际酒店，这个应该是在嘉峪关的1208号房。我先来欣赏哦。一进来，我们来到了敦煌，这就是我们住的敦煌山庄。我们要在6月15、16号在这边住两天。如果注意看那个后面，那个就是有名的鸣沙山月牙泉，从房间里可以看到。Thank you.
在敦煌山庄2036号房。哇，一进来就非常的特别。窗外就是鸣沙山，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康莱德2908号房。
们现在来到克纳斯漫云间度假酒店 C210 号房，这就是一种小木屋的形式。是小木屋的形式，到里面来就是他的房间，还有一个气窗，然后这边就是衣帽间，很简单的咖啡。重点是这个窗户推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，旁边是河，克纳斯河，有人在打篮球。